千祈唔好忽视眼周围嘅小皱纹，要对付佢哋，可以用手指沿住眼帘由内侧至到外侧，微微用力咁样按摩六次，眼肚嘅位置都可以用同样嘅方法按摩噶。呢个分享系咪好好咧？记住上 Watsons 嘅 Facebook page， 仲有好多 tips 同埋着数等紧你噶。